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我渴望得到你的最新消息。医生说我得了血癌。原来你叫夏琳。不过我特别幸运，在骨髓库里找到了一个和我骨髓配型相合的人。你该不会想说那个人就是我吧？我可以帮你。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。我们结婚吧。啊？在之前的合约上我写了对外隐婚。我删掉了。我不能为了一件未知的事来换我一辈子的婚姻。三年之后我给你自由选择的权利。一年，我已经决定了。五年，不降反涨。七年，你结婚了，怎么能是他呀？我不管他之前是什么样的人，但他现在是我的人。你送我一栋房子，现在记者那么厉害，一扒就知道我不能要。我虽然不知道你是用什么方法挖到了宇宙的，不过我会把你的假面具给揭穿。我没有法律保护，你有吗？那你知道他私底下是什么样子吗？他什么样我都喜欢。